从开头一点一点往一点一点擦过来，手指上面做旧，让它更加自然一些。电热给去除了，它不破坏它这个釉子。书的情感，几千年下来，中国人一直在用远比石材脆弱很多的木头建造家园，生活在树木旁，住在木房子里，在木桌上吃，在木床上睡，栖身从木开始，用木头造纸，用木头刻板印刷，栽种、培养、雕琢一个个可造之材。木雕佛像看上去更是多了一份蕴含生命的亲切。石头现在等于已经断了，我们给它后补了一个，用和它原先一样的材料，根据它的这个断痕啊，然后根据形态把这个手石头给做出来，然后再接上，最后随色，基本上要做到和原来的统一。木雕佛造像因为便于移运，绝大部分的精品都已在早年流失海外，现在我们幸运地可以看到一尊正在故宫修复的辽金时期佛像。谢扬帆眼前的这尊木雕菩萨像，经千年岁月的冲刷洗礼，已经金漆剥落残存，木胎肌理裸露，但保存基本完好，衣纹刻画自然流畅，纹饰繁简得当，极为难得，是木质佛造像中的精品。靠上这靠上他的这个胳膊才有劲儿，要不然这个这悬着腕子，是不是？对，这么顺。补完这个手指头以后，要给它随色，可能要做几遍颜色，因为它之前就是有一遍红色，上面又罩了一层白色。早期木雕佛造像一直是博物馆所看重的，只要是宋元以前的木雕，都成为博物馆的重要珍藏，如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木雕佛造像都被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宋代木雕佛像是我国木雕造像的巅峰，基本同一时期的辽金佛造像虽然不像宋塑那么挺秀，但面相更为方圆，身材也更为丰满。现在照第一遍颜色结束了，等它干了以后我们再照第二遍颜色，现在是把这些灰尘给它蹭到咱们修补的手指上面做旧，让它更加自然一些。木器室是故宫文保科技部一个历史悠久的部门，著名的太和殿龙椅就曾是木器室和其他科室的老师傅们修复的，不过他们现在的科长是年轻一代的屈峰。2006年，屈峰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进入故宫博物院，按照文物修复的行规拜师学艺，开始研习木器文物修复。还是不够吗？这佛像是那个马上要在慈宁宫做的那个雕塑馆要展览的一件作品，这是一个木胎的佛像，所以就归我们木器组来修。送来的时候呢，这个佛像两个手指头断了，然后它的嘴唇下嘴唇缺一块，这个飘带呢也断了。现代人如何修复他残损的身体，同时还保持他千年之前的风貌，这是非常考验审美的，能在千年后遇到合适的修复师也是极为难得的。因为这个首饰断了一截，下截存在，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能够判断出来他这个手指头的形态，二个也可以我们根据旁边其他几个手指头也能判断出来它的形态和大小。胳膊这块它有劈裂，本来是打算不修这个，它劈薄垂下来的这一块呢，它是跟胳膊和身体紧紧连在一起的，如果你不修的话，这块断裂，这个胳膊就
它很不稳定。然后当手指头还有胳膊这些补上以后，我就要下一次跟他商量是这个下嘴唇要不要补上。要不然有时说残缺是没，但是残缺那一点感觉总是让人觉得不舒服。最近几年，故宫越来越多地招收像屈峰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文保科技部是专门从事古文物保护、修复和研究的部门，如今年轻人占了一大半。拿来他们这道门锁，来把这道门也锁。木器组位于西三所进门的第一个院子，这里的绿色是最多的。伸出红墙外。又到了可以吃杏子的时节了。带卡的密集恐惧症。它韧性很好，杜邦布就是那个盖文物的那个。要接啊，在这儿。要接，要接。这可以。韧性很好。这个太小了。可以。在高楼越来越多的北京，当越来越多的人只能在办公桌旁放上盆栽和小型绿色植物时，他们还可以在瓜果飘香的环境里工作生活。你不是挺结实的？再结实。没事，对你结实点。哎呦我天呀！好。哎，好好哎。多好。好了，有些树是他们自己种的。有些是他们的师傅种的，还有些是生活在明朝或者清朝的人种的。七世的闵俊荣迎来了一些外国客人。他们这个维多利亚博物馆的，他们有很好的漆，大概讲讲吧，因为他们不是做漆保，做光的保护。中国是盛产诗歌的国度，泱泱大国，有一个人堪称诗歌数量第一，他就是乾隆皇帝。乾隆皇帝留下了40000多首诗，虽然我们难以亲眼见到这些诗稿，但现在可以亲眼看到他们曾经存放之处。这箱子里面大概应该有10000首。10000首？10000首。每个箱子有10000首？对，因为它一共是40000多首。have four cases。当年为了存放诗稿，特意做了4个预稿箱，正在修复的就是其中之一。Scroll paper by 乾隆 Perry， by 乾隆，在 Emperor 乾隆，就红色的这种对光更敏感了。对红色肯定敏感。那这只是雕漆工艺它本身颜色的变化。乾隆预稿箱保存的还算可以，破损不多。更为棘手的是这件文物。看起来是块大木板，其实它是一种乐器，很多学音乐的人都未必认得的一种乐器，瑟，琴瑟和谐的瑟，我们背诵古诗词的时候听到过，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我有嘉宾，古瑟古琴。瑟是中国原始的丝弦乐器，这些孔洞还能看出它是乐器的痕迹。瑟属于宫廷乐器，体积比古筝、古琴要大很多，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瑟也是最不为人熟知的。闵俊荣毕业于清华美院，进入故宫漆器室工作已近10年，他已成为科长，大家更习惯称他为小闵。我们补这个灰胎的时候，从底灰到中灰到表面的一共大概有3层。漆器修复会经历很多道工序，在上漆之前需要补几层灰胎，会更细一些。你不是说的是不是得高一些？对。漆器是用加工处理过的天然漆，修涂在不同材质的胎体上做成的器物，比较多的是木器，色的修复就需要和木器组合作。对，跟那木胎平衡。对，让他俩平衡。稍微来一点，对吧？
天然漆在胎体表面结成坚韧的漆膜，既抗潮、防腐、耐磨，又有美丽柔和的光泽，不仅保护，更能装饰器物。在古代，礼器、乐器、生活器具、建筑等，能刷漆的都会刷漆。就咱们从漆树上采割下来这漆是原生漆。生漆的话，在修饰工艺里面不能直接做表面的这种修涂装饰用，刮漆灰还可以。如果做修涂的话，需要进行炼制，先做透明漆就行，把这个生漆放在太阳底下晒，晾晒，太阳光这种照射，能让它变透明。虽然不是真正的透明，是一种半透明。天然漆又称生漆或大漆。是从漆树上采割的乳白色胶状液体，一旦接触空气后转为褐色，数小时后表面干涸硬化而生成漆皮。如果生漆你直接刷的话，之后干了之后它是那种深棕色，颜色特别黑，就你如果加了颜料之后那个颜色出不来，但经过炼制之后你再加颜料的话就会好得多，那个颜色能开出来。这桶周围的已经干掉了，到时候得滤。不过所有从事漆器制作和修复的人都要忍受难熬的生漆过敏。我呀，我也过敏，不然还戴什么手套。 都过敏，过敏只是相对来说不过敏，没有，都过，它没有氧气它就不干。这个地方确定了，这个扭上去，这儿加一个小。上世纪50年代，故宫博物院成立文物修复厂，漆器修复就已纳入其中。依靠师徒相传，故宫的漆器修复技艺已经到了第四代。纯粹的漆器，就是木胎，然后上面挂灰裱布，然后开始涂这个修饰层。古人那个做雕漆那个工艺步骤，就是它这个雕漆就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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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12层黄。然后25层的这个红，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然后可以雕刻，这就比较薄。但是这件玉稿箱，它那个漆层比较厚，我们当时拿来的时候一看，它就一个黑乎乎的，因为表面就一直没有动嘛，这么长时间。但清完之后，现在我们看到它是一件红色的，它这个漆层厚度大概有120层左右，只是估计哈，如果准确的话需要做剖面来分析。这个表面是一层红。然后中间是一层黄，啊，下面是层绿，然后还有一层底漆也是黄漆。它雕刻就是整体的设计，还有就是以龙纹了，云龙纹就是皇家用的，就是乾隆。它的工艺水平啊，然后它的制式都是顶级的了。这是根据他那个文物的那个槽剩的就这些了，然后这都缺了。我们现在在做的是补配工作，雕刻好之后再给它粘上。一个造型传统的中国木柜子，上面却镶满了外国人形象，这是唯一一款古时有但现今没有的纹饰。它的名字叫黄花梨百宝嵌番人进宝图定香柜。番人是中国古代对周边少数民族和外国人的范畴。明清鼎盛期，要接受许多番邦的朝贡。朝贡有着严格的礼仪程序，包括跪拜的动作、站立位置、进退路线等。接受贡品后，朝廷通常会回赐丝织品、瓷器、金银等，且回赐的价值远高于贡品，以彰显大国风范。这时就出现了番人进宝图的纹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情。民国以后，随着国力衰退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不再有番邦朝贡，这种纹饰也就不再使用了。反正一看就这人肯定打仗不行，就是肯定不占优势的那种。这个柜子呢，它实际上是最早陈列在西六宫，曾经也在乾隆读书的地方陈列过。痕迹上，这个柜子曾经也是使用率比较高，然后所以有些磨损啊也还是挺严重的。
放上去之后，发现它太白了。看着那是挺靠近的，特靠近。可是，一拿出来一磨完，一做完了，这个颜色白了，成了白的了，好像。它这个黄吧。孔燕菊和屈峰毕业于同一所学校中央美院，是屈峰的师妹，但比屈峰更早来到故宫博物院，大家更喜欢称她为孔姐或者孔空。镶嵌工艺是把珠宝玉石材料同木器、漆器、金属器物相结合，附着于器物表面的装饰工艺。缺失的部分应该补什么图案、色彩还有材料，才能够达到修旧如旧的效果，是镶嵌族的这群年轻人遇到的难题。如果是刻得这么宽的话，这肯定是多了。因为什么？因为这多了，跟他就比着不好看了。哎，真是。跟漆器师一样，镶嵌族的老师傅也已退休，现在要靠这群年轻人延续和发展故宫的白宝镶嵌修复工艺。因为我们现在所用的那个传统胶粘剂是粘蜡胶，是一种热溶性的，所以就是得加热完之后，在它固化之前，然后把嵌件给粘接好，所以它对这个操作就需要就比较精细，而且比较准确，然后比较快速。崔征友，你啊，搭一下手，然后呢，给我举着，举着别动啊，举着别动。故宫博物院成立纺织品修复组的时间晚，2009年才成立，工作人员全部是女性。就一件文物来了之后，不是先到王贺那儿去，整体扫描吗？这些局部的这些破损，它给咱们照不了，用这个咱们组的相机再把这些局部破损就是都给它拍出来。故宫在继承传统修复技艺的同时，也开始借助现代科学理念和技术的运用，纺织品修复过程中需要现代仪器检测分析。这不装太热，今天本身就不能开空调，还不能抹粉底，不能化妆，不能喷香水，不可以做指甲。他们谈论的就是女性从事文物修复时会遇到的问题。喷香水，你那个香水里面不知道含有什么，万一有就是毁坏这个文物的成分也不好。粉状的那种粉底，就是散粉就不能涂，你要是液态的可能还凑合。不化妆还自然美呢。陈阳在中国戏曲学院系统学习了戏曲服饰专业，毕业后进入故宫博物院从事纺织品修复。但是你们都比我睡得好，少废话。哦，你说睡得好，那你这一年每天都不足5个小时，你说这肯定得强行。在堵车已成常态的北京，大部分工作单位是早上9点上班，但故宫早上8点就开始工作了。当妈妈带小孩的女士就要度过一段非常难熬的日子。你不要逗我啊，我这儿拍照呢。咱们就是采取这种斜面式的，让它自然的那个往下流，黑色的水啊，脏吧，没见过这么脏的东西吧，刚上上的水就这样。宫灯穗等于是长春宫的，它可能是今年要办一个原状陈列展，然后把所有的宫灯全都卸下来，然后把这个，因为宫灯穗都已经非常糟朽了，然后有的时候它这个之间，你看现在就很多段落的这种，如果要是再挂在上面，很有可能就掉下来了。然后第一是损伤文物，第二是伤害游客，所以就是把所有的宫灯都检查一遍，然后所有的这些配饰什么的全都进行保护修复。对，
可以洗，就是它的强度还够承担这个水的压力。游览故宫时，可能大部分人都没有留意过，那些宫灯穗儿已经经历过这样的清洗和修复。就是把这水倒在刷子上，嗯，而不是直接倒在文物上，这样的话给它一个缓冲。一样，一样的。我错，我扶手是一样一样的。佛像的手指已经修好，谢扬帆和师傅史莲仓要开始修复另一处破损了，绕在佛像手臂上的坯箔。我扶着吧，你这不好弄。把这口烫下来，用油泥给它先把形做出来，模拟出来这个东西什么形态，然后再照这个模子把那木头做出来，然后再镶上去。哇，端木还真是有一股臭味儿。谢扬帆毕业于中央美院，刚工作不久，按照故宫的规矩和石莲仓结成师徒关系。与漆器、镶嵌、织绣组不同，木器组的新人还有师傅带。这次修复大部分时间谢扬帆要独立完成坯箔的恢复工作。我本来要十天干完的活，逼得我现在一天干完。你没听出来我是在间接的赞扬你吗？没有。啊，这锅现在正在熬鳔，用来粘这个鱼鳔呢，是这个传统家具的用的粘合剂，一般不用化学胶。这是一种沿用千年的粘合剂鱼鳔胶。鱼鳔通过加工处理后制得的胶料，对木器的粘合作用特别好。未来粘合佛像的坯箔也会用到鱼鳔胶。雕漆这东西它就是应该是比较结实，不容易破损。你看因为它坏的都是边角的一些磕碰什么的，我的意思就是把这两个边都给它先补完之后再刻中间的这个缝。它这雕漆这雕工不错。张军90年代进入故宫工作，被漆器室的人称为大师兄。漆器室只有他和小敏被已退休的老师傅带过。它这条边它不是垂直的，它是 有点弧度的。要用机器去打磨的话，一个是不好控制，还一个容易伤着那个它边上好的那个漆面。比如说修复文物的要求就是尽量能不动的不动，不多动的不多动。就是说我修这块破的，我只是磨 这一块就是它边上好的那个就是漆面，就尽量不要去磨它。没有师傅带，漆器室的新人面临的挑战会更多一些。当然由于大家年龄相差不多，漆器室的工作氛围也多了很多青春气息。那不起了，我种的无花果他把我树给砍了，你说他不是找事吗？因为咱们这儿就是说以前检查安全的，像外头那两棵那香椿树啊什么的，尽量不要长得太高，高于房檐。基于这个考虑，我就是在外头种那树，凡是高的我都给砍平了。那你为你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是吗？对呀、啊，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对文物安全很有意义的事情。小敏她不理解我的用。雪料，朱雪点石灰，这个是古建里边地上层都用这个，这在我家冰箱已经放了半个多月，在冰箱放还好一点。漆器修复除了忍受一段时间的生漆过敏外，还要忍受一些难闻的气味。没问题。华春荣毕业于清华美院，他刚工作不久。反正我摘了，我肯定能闻见。这味道跟之前的一样。闻不见了。好多了是吧？嗯。加生漆可以增加它硬度。有了，它找着了。朱血料是古建筑和漆器工艺中的传统材料，
它的强度比用大漆做的灰胎低一些，但是便宜，可以大量使用。做灰胎的时候，如果全刮漆，成本太高。还可以，强度差不多。就是修这件色的话，应该是没问题，跟它那个强度比较匹配。原来你铲它这个，有些漏灰胎的地方，但是这个灰胎也挺硬的，跟那个差不多。这块就粘得不太高，你刮灰的话会受影响。你不浇这两天就废了。漆树，过几年就可以割漆了。织绣组的陈阳和同事们今天换了一个空间开阔的宫殿工作，寿康宫。这些身长超过3米的屏风，写着不同形式的寿字，总共20000有余，是康熙皇帝60岁时的生日礼物。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过60大寿时，儿孙们隆重地献上了这份厚礼。在此之前，他们封存已经300年，多数已经残破不堪。这么着干粘对得上吗？其实就粘一个。屏风的修复集合了多种工艺，除了织绣、镶嵌、漆器和木器组的年轻人也在忙碌着。面积大的时候，这整体不平，因为现在这个漆皮它翘起来，我们主要工作就是把这个起来的漆皮给加固回去。评论你是故宫好员工。他不想当好员工，他想当偶像派。你不想当实力派是吗？不是，任劳任怨。那你别蹭衣服上，别事。就是在这儿，你得坐得住，这是第一位的。然后有耐心，不像原来，你比如说学，就像我们学艺术类的，可能那个时候在学校就是创造性的那种思维方式，然后现在完全这一块就不能有。不同专业、不同性格的年轻人进入故宫工作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都会经历或长或短的适应过程。故宫的确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工作场所。破坏你的镜头了。现在是这样子，就是那件文物上面也缺一个狮子，然后材料呢肯定是这贝壳的，就是初级的稿子，然后把这个稿子要画到这个上面，就是在这个上面进行雕刻。藩人进宝图柜子上缺失的嵌件，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复原的。孔姐毕业于中央美院雕塑系，有非常好的美术修养和手工能力。如果是觉得这篇不合适的话，我们还会再接着改。因为我们的胶粘剂用的也是可逆的，也可以把它拿下来。像这样的嵌件还缺很多块，罗涵手上这块就是。因为它有的时候并不是大小的问题，有可能是一条边棱的角度。罗涵已在故宫工作5年了，在文物修复上还算是新人。最早呢，我们想我们这块工艺呢比较细碎，就像我这样女生都不太适应，它太小了，抠索，你知道吗？也担心他们不适应。就是这儿跟说实在的，我觉得跟当代挺脱节的，就是每个人从学校毕业之后，不可能一下就适应这儿。不可能的，有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适应过程，所以现在像他们新来这些小孩有的不适应，我也能理解。对，然后要把那个形给修整的跟这个纸样就是边缘完全一致。当初就是上学毕业的时候说，哎，得找一份工作呀，要走向社会了。从父母那角度来讲，就希望子女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在北京待着呀，会家里人比较放心。正好也赶巧这边呢也比较需要这种动手能力比较强的，然后我也是中央美院毕业的嘛，刚来的时候对故宫完全不了解，就只知道它是一个旅游景点，不知道它是一个博物院，还有这种文物修复这种
就完全不知道。一进了大宫墙之后，外面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哇，就感觉到另外一个世界似的。对，静的我都不敢说话，你知道吗？然后他把每一块分解开，然后制作，然后最后再拼合在一起，然后还要让它的色调，然后整体的形态要统一，然后这些综合在一起，然后他来设计的这个稿子，所以就是需要比较深厚的美术功底，所以我们科长做的特别好，我觉得。也经历了一些非常迷茫的一个过程，就是从学校毕业的时候还想自己做一些作品，能走自己的创作的道路。后来因为到这儿来工作必须坐班嘛，时间上也不允许，是精力上就也没有那么多精力了。樱桃损失惨重啊！不过木器组还有老一辈的师傅在，石连仓和谢扬帆师徒正在打蜡。石连仓三岁的时候就住在故宫边上了。做木工这个家庭宣言，我父亲那时候也在家里干点，做个椅子什么的，那时候不说是搭把手吧，也是反正就天天乱嘛，也掺和掺和，就慢慢也就学了，学会。父亲1982年从故宫木器组退休后，他接班进入了木器组，从小到大50多年的时间就在故宫度过了。这是我父亲，这是我我在这个位置。1982年正值我父亲他们退休，所以开一个欢送会。这是后来我在家翻出来的，那时候不要那个弄什么嘛，那申遗嘛，做申遗工作，然后就把这个照片找出来了。故宫对石连仓来说不仅是一份工作。这是屈峰的师傅，这是屈峰的师爷。对，那个不行。一个同事要栽，喜欢这个，人家郊区可能有地儿，要不再种上，迁出故宫。枣树，玉枣，这是我父亲他们那辈儿他种下的。故宫那地有这么一特点，因为它底下这个基础啊全是砖石、砖和那个灰土，所以呢种这个树呢，它那根呢不容易往下扎，它全在这土层下边这个横向发展，所以它那个根呢串到哪儿，它在哪儿就发芽就长出来了。此树已售出。开玩笑。北京郊区的房山，这个周末小敏要随专业漆农一起采漆。为了找到最佳材料，小敏和同事们经常会去考察材料的采集和加工。漆器修复的材料很多，天然大漆是最重要、使用最频繁的。每棵漆树上大约要割10个这样 V 字形的刀口，漆液从这个 V 型刀口涌出，然后收集在塑料片里。古人用的是贝壳，现在的工具显然轻巧多了。看看什么？哇，好虫啊。嗯，对，一会儿就流出来了。那就它就会浓度比较高是吗？嗯，这个漆的质量好。月色下的劳作还要时刻留心陡峭的山崖，从树上摔下来也许是受伤，摔下山崖则是性命危险。从这儿上去一个斜口，不要太大是吧？哦，嘿，前两刀就不留了啊。两刀就不留了啊？前两刀还不留了啊？前刀还就不留漆哦。
你不刀它就不留一个微型刀口，熟练工砍四刀就成型了，再补刀的话就不留漆了。在太阳升起来之前的五小时里，每个漆农大概能割60棵树。这个漆的有点可看了，二级来咱都聊这么多，聊了这么多漆，这得有简直十二点漆。他们一晚上忙碌，总共才7-8两。正如俗语所说，百里千刀一斤漆。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这里的漆品质非常高，适宜炼制透明漆，用于漆器彩绘工艺的修复。木器组的佛像缺失的皮帛到了上色环节，师傅石连仓和科长曲峰这回要来检验谢阳帆的工作了。那你上回那个浅没那么深，最后把那个红压一压，因为感觉跟长毛似的。那肯定是上的，那不是长的，这块没补住是吧？不好补，那个不太好控制那个。咋能不好控制？你过去，咱给他补上。这个石膏多一点，那个乳胶少一点，做样。佛像右手食指上的破损本来可以不补了，在追求完美的人看来，这是内心过不去的。等它干了，一修就行了。缺一不是。干了以后，上面有那种小坑的、挖的地儿，拿毛笔蘸点石膏一刷就行了。对。那个倒会。那个倒会。应该那个补过。行。再有些时日，佛像就可以恢复完整的形体，送去展览了。木雕佛像是古代佛教造像的重要艺术形式。在历经岁月磨砺和战乱浩劫后，现存的作品已是凤毛麟角。但是每个人对佛的理解还都不一样，这也跟人的性情有关。你看有的人刻的佛，要么奸笑，要么淫笑，还有刻的愁眉苦脸的，很难刻。佛像一刻就知道，那个味道很难把握。怎么能刻出那种神秘的、纯净的微笑？那是最难的。文物其实跟人是一样的，你看我们从过去最早的时候说玉有六德，以玉比君子。玉就一块破石头，它有什么德性？但是中国人就能从上面看出德性来。所以中国人做一把椅子就像在做一个人一样，它是用人的品格来要求这个椅子。中国古代人讲究格物，就是以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所以我跟你说，中古代的故宫的这些东西是有生命的，因为人在制物的过程中总是要把自己想办法融到里头去。人在这个市场来了也走了一趟，虽然都想在世界上留点啥，觉得这样才自己才有价值。很多人都一般认为文物修复工作者是因为把这个文物修好了所以它有价值，其实不见得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方面。他在修这个文物的过程中，他跟他的交流，他对他的体悟，他上面也已经把自己也融到里头。文物是死的，要文物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传播文化，对吧？不是说是文物就是为了保留一个物品放在那儿，那没有什么价值。前辈们相比，曲峰和谢阳帆幸运地有了更为完整的学校教育，师傅们还有我们都能幸运地看到文物交给最合适的人。周末曲峰要回他的母校中央美院参加校友活动。这是一个与故宫不太一样的世界。他们在里非常舒服，待遇很好的。那我还给你献金吧，好吧？能把好东西顺出来点吧？那不行啊，给你造出一种能动的假象。假象，对对对。
观念。完这个制造的这个动的假象可以，我们一直以为能动。可以动的假象，比我们那时候要丰富多了。我们那时候还比较单纯、单一一点，现在变得可能。与文物打交道的职业，也悄悄地带给毕业已久的曲风一些改变。反正像这些东西吧，可能还是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的东西。漆器室的浴缸箱在一点点变化，色的修复到了上漆的环节。黑啊，跟咱们那个色那个黑颜色不一样，这个太黑了。漆器修复最难的就是色彩不稳定，天然漆从树上割下来之后是白色的，氧化之后逐渐变红，然后变成深棕色。同一批漆，不同的时间放的位置不同，干燥后的颜色也不一样。修复的时候想把色彩调到一致是非常难的，而且它在干燥之后还会变色。它有一点发红，当时做这件事的时候这个黑漆练的还不是特别黑。好的修复就是要几乎看不到有色差的地方。这是一遍第一遍底漆，这遍漆干了之后需要打磨，打磨之后再上第二遍面漆。补漆效果要想跟文物一样，就要比它略微深一点，这样的话几个月或者一年后才能达到一致。咱们修复原则里面一个是修旧如旧，用传统工艺把这个视觉效果给做完整。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最小的干预，然后有效的保护。那么就是跟这些缺失部位相连的地方，我们一定就是会特别小心，尽量呢保留它原有的历史信息，就不会去做过多的这种干预，是一种尺寸那种尺度的把握。这里面实际上是还有一点矛盾的感觉。一般那个机台是比较小的，这个机台做了一个大一些的，就为了刻那些比较大的植物。陈阳要开始刻丝了，为了修复它，出门见喜春条，民间用的是春联的红纸边条，而皇家用到了刻丝工艺。刻丝在日常生活中的知名度远远低于织锦缎，在古代使用者非富即贵，皇帝龙袍用的就是刻丝工艺。刻丝的作品完成以后，只看到纬线的图案而看不到金线，有一种雕刻的立体感，这也是刻丝名称的由来。刻丝是一项很繁琐耗时的工艺，那个图案描的金线经线上，制造者把画稿衬在经线下，根据图形和色彩进行搭配，每一个过渡色都需要不停地变换小色缩，绘画中一笔可以得到的变化在刻丝中就要分解成无数的色块，一点点织就。一个熟练工一天也只能织出几寸刻丝。我那老师他们都可以穿着鞋蹬，但是我就不行，没有脚感。苏州的年轻人现在都忍受不了这个了，刻丝了，因为太费工费力费那个时间。制造的时候特别费眼睛，有时候看着看着觉得就花了。现代人已经不会再选择这个，因为你看在这儿弄这个他们也没说过来看，感觉是比较感兴趣的是吃。虽然年轻人不太愿意学习这样费时费功夫的技艺了，但职业的责任感在潜移默化中推动陈阳去承担。来来来，先站好位置，来。
木器组的院子总是这样生机勃勃。没狗，有狗。番人进宝图柜子要进行嵌件的粘接了。因为这个地方它的嵌件已经缺失了，然后原来在这个嵌槽里头它有胶的残余，然后现在要先把那些残余的胶粘剂给剔除了。其实修建文物它其实蛮有意思的，可以了解它的就是古人是怎么雕刻的呀，怎么来构图的，到最后是怎么做成的，它又干嘛用了，这中间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实际上都很有意思。其实看起来它就是一些死的东西放在那里，而你真的接触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啊，非常精彩，非常美，而且那确实是有生命的。我们现在要修复补配呀，还是会加入现在这个修复者的从手艺上呀，还有从对美的理解啊，各方面的因素进去，尽量的提高自己的这种修养吧，能把它修得更好一些。你是凑合凑合就行了呢，还是就不能凑合，真的是认真对待它，你就觉得这些东西有一种精神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你觉得它是活的，你知道吗？看见补哪了吗？哎，啊，看你找找能找这补的是哪儿。补啊，你们修了，已经补过的。对啊。啊，那现在那我之前没看，现在看的更。你之前看还用你找？上半身。我跟你说，上半身你找。三个字，我肉眼可能是看不出来，但是我要用紫光灯看一下，还是能看出来。嗯，那当然了，不是，这手指头补过。好，那这个就是稍微能看出一点，那就是这个。佛像已经修复完好，今天他要移去另一个地方。我们每个人都有或长或短的职业生涯，最终完成的工作任务数量也许很多，有些是能让人依依不舍的。菩萨，你们就敢这么混？这纸拿出来，拿那盖。90年院庆来临，各个工艺组的修复成果要与大家见面了。慢点，上面挪动。哎，你里面这人行吗？他那不是那么死的，有空往上拖了点啊。最近几年，故宫每年大约吸收40-50名应届毕业生，未来几年这个数字可能还会增加。后，随着老员工慢慢退休，故宫将有1/3的员工被替换为新鲜血液，包括曲凤、林俊荣、孔彦菊、陈阳在内，这个日益壮大的年轻人队伍将真正决定着故宫的未来。是贴在手完工的，应该是。